咱废话不太多说，咱们来帮这个粉丝抽奖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就来帮这个粉丝抽奖。这是一个54级的粉丝，达到了咱们的要求。既然达到了要求，咱们就废话不太多说，直接开干啊！两发扭蛋，直接入魂啊！一发就入魂，两发就逆天，三发就超神，四发你就受不了，那就是太简单、太轻松、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太没有挑战性了，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，那直接就把对面给干蒙球完了，这个，那这个浪费了呀！那这个也没有办法，我们有级别限制的。级别赛的就是40级，低于40级的不抽奖。又是手雷，能不能不要再出手雷了？我现在最烦的就是手雷。你看啊，双持斯泰尔，来吧，我给你们一个猜的悬念，我看你们能不能猜对。来吧，小伙伴，第一发王者之客，第二发王者之怒，角斗士。那这个几点下播？我下播得9点多了吧？9点多了应该是。神罚战斧风之子，我猜是小钢炮，小钢炮。我去，神罚战斧，谁猜的这么准？再给他抽一发吧，再抽一发吧，挺不错的啊！出了一个斯泰尔，出了个斧子，运气还是很好。我希望第三发不要来手雷，我希望第三发不要来手雷。这么厉害，猜的这么准，你都可以去算卦了，你都可以。你说的是刀？哎呀，真厉害！来，我让你们再猜最后一次，这次是什么？我看你们谁能猜对啊！我猜啊，我猜这次是巴雷特枪娘啊！枪娘，我才是枪娘，出放儿子，那也不错了，兄弟们，一串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有副武器，有近身武器，有主武器，这一套一下子全了，还有什么好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太爽了，来吧，重新上号领取装备吧，这下子天美又亏了。刚刚还有人说，那这个这号你给他抽奖，那就是浪费。我看了一下仓库，确实浪费，仓库里面空空如也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啊，直接逆袭，直接绝杀啊，成为了一个不能说是平民，成为了一个普通玩家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普通玩家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两个神器，双持斯泰尔和神罚战斧是神器，剩下那个风儿子虽然说不是神器，但是风儿子如果你有钻石买的话，好像是3000钻石还是2000钻石，我记得是特别贵的，我记得那个风儿子啊是特别的贵。来领取风儿子、神罚战斧、双持斯泰尔，说实话这三个东西都是很好的，除了这个主武器不是太好以外，神罚战斧跟这个斧子都是特别极品，尤其是这个风儿子跟这个斧子，1000多钻是什么？1000多，那也划算了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们60块钱都抽出来，那样子要100多块钱，这下子你们说，兄弟们，这号是不是直接逆袭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直接绝杀了，对吧，朋友们？那太简单了，说实话，那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，那直接就超神了，这下子无敌了，没对手。那这个更新我的时间，我找机会吧，好吧，黄木哥。我找机会，我主要是，主要是每天事情太多了，最近 QQ 飞车都没登上了，连续40多天没有登录，昨天拿了一把，来，恭喜啊，恭喜！好了，恭喜，改密码去吧，恭喜，改密码去吧，好了，不说了，咱们下号，我们继续玩游戏，打完游戏之后，然后一会儿赶紧抽 QB， 赶紧抽5000，好吧，奖励有很多，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啊，今天是周六啊，这样子吧，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送了一个这个黄金狮子座了啊。一会儿再送一个黄金狮子座，OK 不 OK？ 那这个抽中我了，为什么不理我？什么意思，大哥？